整平的时候，交通以前很不方便，所以从丰原到东势的人都要依靠这条铁路。从东势出发到我们的梅子树脚，到石冈，到埔子社区，都是依靠这条铁路，所以这就是以前月台的。当时丰势路还没拓宽整平，交通往来很不方便，所以从丰原到东势的人都要靠这条铁路。从东势出发到梅子树脚、石冈，之后到我们埔子口，这个月台就是之前铁路的遗迹。